你听听，师姐，又来管什么闲事啊？嗯，喂，你这家伙也太没人性了！你阿婆你都打，泡妞也叫人家心甘情愿吗？哼，阿婆80多岁了，当然要看到自己的孙女呢。你干嘛动手打人？我没打他，是阿飞打他的。啊？我没有，是阿基打他，阿基还踢他呢。就这样，喂喂喂喂喂，我没打他呀，是小妖打他呀，我还扶着他呢。 他们打完呢，我还请他们吃雪糕呢，大不了再捅他一下眼睛，扭一下他的手。强奸他吧！你上啊，上啊！阿飞上，不要不要，你来吧，我不要，我不玩这个。那把他放在车后箱吧。啊，哎，对对对。